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一课《The Amazing Elephant》的最后一段。那我们来听一下课文的朗读。Despite their enormous size and strength, elephants are graceful creatures. They look as meek as sheep, but have amazing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Compared with the tiger or the lion, maybe the elephant better deserves the title, the king of beasts. OK，第一句，Despite their enormous size and strength, elephants are graceful creature. Despite 就是尽管，虽然它是一个介系词。同学这边要特别注意呢，Despite 是介系词，虽然点点点或尽管点点点。那因为它是介系词哦，所以呢后面要加上什么？要加上名词或者是动名词。因此呢 ，despite 跟 although 是不一样的。although 是什么 ？although 是连接词，所以呢 ，although 后面要加上主词，再加上动词。好，那 despite 呢，就是加上名词或者是动名词。好，尽管他们呢非常巨大庞大的这个 size， 就是他们的体积大小哈，就是非常的巨大。还有 and strength 就是力气，就是力量力气。那我们知道说大象呢的力气也很大哈。Elephant 好，大象是 graceful 就是优雅的动物，优雅的。graceful 优雅的生物哦，动物 creatures。They look as meek as sheep。好，他们看起来呢就跟绵羊一样的温顺。好，这个 meek 就是温顺，那 sheep 就是绵羊。看起来 ，OK， look 这边是感官动词，看起来。好 ，as 就是一个和什么什么一样的一个比较级的用法哦，和绵羊一样的温顺 ，but have amazing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al response， 但是它具有它拥有非常让人惊奇的智力 ，intelligence 就是它的智力。好 ，and 还有情绪的情感的 response 就是回应。情感的回应，比方说，如果你曾经对他很不好，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报仇，这样，好，跟人类一样。Compared with the tiger or the lion, maybe the elephant better deserves the title the king of beasts. Compared with， 好，同学，这边的这地方 VPP 哈 ，compared VPP 作为分词构句啊。分词构句做一个开头。好，那这个地方的意思是，本来是这样哦，A B compared with B， 就是 A 和 B 相比 ，A 和 B。相比起来，好，所以这地方就是和点点点相比，和什么相比呢？和老虎或狮子相比。好 ，maybe 这地方是一个副词，就是或许这个大象呢，好 ，better 是比较级哦，好。更加的更好的，好值得，好值得，这个 deserves 就是值得 ，the title 就是头衔，什么头衔呢？好，动物之王 ，the king of beasts， 好，这地方呢，好 beast 你把它翻作动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一课就已经讲完了。
好，我们先看一下中文翻译哦。尽管大象有着巨大的身躯跟力量，大象是很优雅的动物，它们看起来就像绵羊一样的温顺，但却拥有惊人的智力跟情绪反应。和老虎或狮子相比，也许大象更值得万兽之王的头衔。OK， 那我们回到前面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课文结构的部分。好，那课文架构呢，这个地方已经是最后一段了。好，最后一段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地方，这个 temperament， 这个 temperament 就是他们的性情或者是脾气，性情，因为他有讲说 a sneak as sheep 和绵羊一样的温顺。好，看到这个地方、哦、elephants are intelligent strong but generally meek， 他们非常聪明而且强壮，但是一般来讲是很温顺的。 they should be the king of a beast， 他们应该要是万兽之王，因为他们真的非常聪明啊。好，接下来呢，剩下这边呢，好，同学们来看一下 comprehension check。好，这地方呢，第一题啊、哦、，What's the main idea of the amazing elephant？ 好，就是说这一篇在讲什么？那这个 A 呢是说象鼻有很多的功能，它能够 distinguish A from B。好，就是。Distinguish 就是要辨别，从什么什么辨别，跟其他的陆地动物辨别出来，好，分辨、区分或者是区分开来。好，那这个地方这个 the main idea is too narrow， 就是说太狭窄了。好，好，再来 B 呢 ，Elephants are graceful, highly sociable。Animals and they are very intelligent. 他们是非常优雅、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而且他们非常的聪明。好，所以这答案应该是 B。好，那 C being the largest land animal, the elephant is referred to as the king of beasts. 身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那大象被认为是万兽之王。好，那目前呢，并没有这样，并没有这么被大家认为啊。其实是课文自己。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说是作者他自己这样认为，所以这个又 too broad， 太广泛。好 ，OK， 再来，我们看到右下角哈这一篇的这个哦 fill in the blank 这个部分，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跟课本哈。差不多，只是再把它简单的把它再重新陈述出来，我就先给同学答案，好，你稍微对照一下，我就不再多讲。好，再来呢，我们看到后面这地方有一个地方蛮有趣的，就是在 word power 这个地方，它是56页。这地方有几个跟动物相关的这个谚语啊，蛮好玩的。第一个 ，to see pink elephant， 看到粉红色的大象就是什么？没有粉红色的大象就是喝的非常的醉，哦，醉到头昏眼花。那第二是 a white elephant，a white 的白色的大象就是说很贵，但是没有用，这样。好 ，to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就是就有。如大象一般的记忆，就是你记忆力特别好，就像 elephants never forget. To look like the cat that swallowed the canary， 看起来就好像刚刚那只猫吞掉了 canary， 就是金丝雀，就是很怎么样得意，自鸣得意。To 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one， 这个地方是捉弄某人的意思。To beaver away, beaver 就是这个水獭哦，这个水獭呢，它会衔这个树枝去煮草，也就是说到一直忙 like a bull in a China shop, bull 就是头牛哈，然后 China 是什么？就是那个中国的瓷器店，就是怎么样把它撞的到处都撞，把这个瓷器都撞碎啊，因为它猛撞。好，再来呢？看到这边哦 ，straight from the horse
mouth 啊，就直接从马的嘴巴听到，也就是说来自可靠的消这个消息来自可靠的来源。To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这 cart 就是车，马车的那个车，把这个马放在车的前面，那怎么推呢？就是本末倒置。To pick out 就是像猪一样大吃特吃。OK， 好，那我们这一课课文讲解到这里结束。